天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个打火机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yeah, yeah, 然后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爱我心我不是跟你说过出来不要穿短裤短裙吗这样你爸一定会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oh, 我是固执的旅人你是唯一的旅人因为你值得一个一路奋不顾身疼爱你的只能说在超有 guts 的美心主导下进展神速而大姐一直以来对时尚工作充满热忱的大姐现在和杜大哥都离开了杂志社他们准备合开一间出版社大姐说她没有放弃梦想只是换了一条路走而杜大哥也一样继续支持着他不放手快点相信我我让我排队排队哎这里排队什么排队是插队二姐在这段时间里总共换了三只手机连手机电池都受不了他和杨宇凡的天天热线了但除了每天煲电话粥之外二姐也没有忘记要替大暴熊找到真命天女的事听二姐说大暴熊最近对联谊活动兴趣降低一个神秘的学妹倒是常在她口中出现至于奶奶奶奶还是我们王家外务最多、约会最多的那一个。每天回家时，总提着一袋点心。没错，就是吕哥送的。但是吕哥和奶奶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是我们查了半年却始终摸不透的秘密。也许只能等我们的超强老爸回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了吧。